标题《神龙诀之千年灵狐定档》，1月29日，看美艳小灵狐寻龙扶妖。今日，爱奇艺云腾计划网络大电影《神龙诀之千年灵狐》正式定档1月29日，爱奇艺 VIP 会员独家上线。影片先导预告及定档海报同步曝光，三界危机开启，一场狐族、人类与魔族之间的惊世大战一触即发。龙狐携手大战魔族，生死对抗悬念迭起。影片《神龙诀之千年灵狐》改编自网络作家林洛洛的原著小说《我家有个狐仙守护神》，是今年爱奇艺云腾计划重推的 IP 作品之一。制片方木影团队提炼出原小说中的守护主题，强化男女主人公人妖殊途的情感冲突，以喜剧为基调融入玄幻和动作元素，以诙谐讽刺手法展开人性善恶及欲望的探讨。在今日曝光的先导预告中，三界风云突变危机，四旗魔族首领混沌为达到巩固肉身一统三界的目的，带领众妖入侵青丘国，杀死狐族守护真龙，并意欲夺取龙丹。美丽的小祭司夏幽灵微受命到人间寻找转世真龙，并与书生冷之言、左少爷、捉妖师修人等人间之士携手对抗魔族。究竟狐妖夏幽能否在人间找到转世真龙的肉身？真龙灵狐又能否携手斗败魔族，拯救三界？预告片悬念迭起，让人充满期待。颜值聚集众妖，倾城爆蓝小子领衔帅气男团，很多观众都对聂小倩、小青这样的银幕角色念念不忘。在《神龙诀之千年灵狐》中，同样有一批颜值倾城的小妖。片中，在业内已有小刘涛之称的内地青年女演员周思竹，饰演了长相甜美可人、性情活泼、性格刚毅的小狐妖夏佑。出演过《青春期》《我愿意》等片的演员王梦婷，饰演大反派混沌。此外，朱越饰演的紫貂、游子烟饰演的白骨精、汪云岩饰演的猫妖，每一个角色都各有魅力，成为影片中一道令人无法忽视的颜值风景线。男主演真容同样亮眼，饰演冷公子的王成曾是著名童星，因出演《爆丸小子》中的周一火而走红，成为90后、00后童年的一代男神。饰演捉妖师修染的刘文翰是著名主持人、演员，主持过最佳现场、音乐风云榜、全明星任务等多档娱乐节目，曾主演《来自海洋的你》等电视剧。饰演左少爷的朱希伦是开心麻花的成员之一，参演过《夏洛特烦恼》《致青春兄弟篇二》等作品。此外，很可心三分钟的小演员郭唐维也在本片有精彩表现，实力主创团队匠心打造炫酷特效，打造奇幻三界。影片主创班底强劲，监制高雄杰是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电影家协会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。编剧导演的电影作品有王良的理想、滴血飞剑、梦二冬、姐妹兄弟、黑白对抗等多部，曾荣获多项国内外电影节殊荣。青年导演唐浩创作过多部优秀作品，其中《还没开口说爱你》和《复仇女神》分别获得过 FIT 青年电影展创投会和美国电影协会剧本工坊的剧本大奖。影片重金邀请了曾参与院线电影《动物世界》《流浪地球》等大片特效制作的游艺幻彩，打造特效场面。在精益求精的制作之下，片中金光四射，